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玩神武幻想啦。那地图应该不多才对吧？哎呦，加值承担，要死！哎呦，这些是？都在不周山看见的混沌之灵，他们竟然也到地面上来了。你和西雨站在我身后，我可以用星轮驱散他们。哎，山势更为强大，究竟是谁？这些混沌之灵行踪飘忽，去之不尽，十分危险。西域、波叔，你们别离我太远。见活口，小飞星，你看这里的布幔颜色不太一样呢。也许神器就在附近了，我们继续往内看看。快转！好，打完，我们先走另外一个方向看看。可是为什么两边不太一样？在那里！啊，光叔！啊，光叔！光叔姐姐，光叔姐姐，小飞星，怎么办？光叔姐姐被关在里面了。这扇门已经封死，我们得找其他通道进入，得赶紧找到光叔。这些混沌之气会侵蚀人心，细雨，千万跟紧我。哎，我要走另外一个通道看看，我先读档。好，快转。好，我们去另外一边。
门开了。这是是。哦，这边好像不太一样。就这样啊，只拿道具而已。好。好，走吧。在那里。那这边就快转吧。得赶紧找到望叔。共产行动不知其会侵蚀人心。细雨，千万跟紧我。望叔，望叔，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回应我呀。小卫星，那可怕的气息变得更强烈了，我们得快点把望叔姐姐救出来。细雨，跟紧我，我们不能再走散了。好。身体似乎越来越……是不要碰到那个九阳湖。上下。哟。没路了。哎，你没有道具。怎么过去啊？啊，过去了。无暇美玉，邪丁败亡。身体似乎越来越重。哇塞，这怎样？嘿嘿嘿嘿，看我躲。原来跑进了一只小老鼠。哎呀！谭进，你已自顾不暇，如今我再怜香惜玉，恐怕得和你喜欢的姑娘一起埋葬于此了。大一怎么变这样？有没有？身体似乎越来越重。啊！不要管，我要走。嘿，嘿，嘿！身体似乎越来越重。身体似乎越来越重。没得怕。身体似乎越来越重。哇塞，真的。身体似乎越来越重。我快不行了。好多门哦。
会越来越重。这门太多了啦。正门，那这个嘞都不行。身手不错，难怪能入老姐的眼。英里，你们不该进来这里，既然进来了就留下命吧。英里，我不问你为何人工作，只想问你可有看见望舒。望舒？老姐也进来了？不可能，你们休想骗我。那人说望舒没和你们同行，只要将你们杀了，他便不会伤害望舒一根汗毛。望舒命就进来了。哦，很喜嘞。快住手！你先阻止。哇，帅。皆法，剑鸣长空，六会听我说，望舒现在可能会有危险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。难道？老姐，英里似乎知道什么，我们快追上去。我们先升级一下。眼下情势极为艰难，小飞星，你们务必小心。
老头子也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宗伯，谢谢你。尽管放手一搏吧，老头子会倾尽所有力量，助你得胜。对话，孩子，那幽我会的，这是神女无需担。那孩小离地，黑心毒手九霄光，够。黑雾越来越浓稠了，得小心避开才行。越来越重，你伤得很重，你先走，我来挡他一挡。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可是我会保你安危。
你们一个也逃不了。凡人是多么的脆弱呀。小弟，你快与英明进入后面房间，将房门即刻启动，这里交给我。这怎么可以？我放心，里面没有水。何必再负隅顽抗，躲入帝君房间只是自断生路。谭靖，你可知道，我若真心要杀你，你早已死了，如今你却选择护在此处，实在愚蠢。本以为射日王英勇无匹，正义爱民，乃一群绝伦之英杰，却忘记世间焉有完美之人。安静，我本敬你才识超群，风骨高洁，乃当世奇才，却未料你的智计用错了地方。是在下识人不清，才导致今日憾事。你若未查到我身上，也许还有一条活路。谭静，谭静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快走啊，不要管我们了。大义，我本以为你是在幽界与冯蒙决胜时受到混沌影响，现在想来却是刚好相反。你因神力渐退，同功折损，惧怕自己在百姓眼中威信不若以往，又不甘屈居人界，才会先找西王母求药，后又打上混沌之息的主意。我在看到修蛇时就该想到的，当年你的发妻恒娥、爱徒冯蒙相继失踪，都是你下的手吧？只因冯蒙见义出众，而恒娥识破你约战真正的目的。谭靖啊，谭靖，杀死你，我真可气！谭靖，谭靖，我堂堂剑神，下界为民除害，却被天地弃之。为伊齐四处平乱，建立十日国，结果只得了一个射日王的虚名，最后还要因为这些卑贱的凡人而失去神力。谭靖，若是你，难道你便能坦然接受？神也好，人也好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原来刚刚是在拖延时间。此剑无名，既为守护，
也为杀戮。当年我便是因为创此剑招，被君子国人所弃，未料今日会用在你的身上。残家，是你逼我的。谭静，你真是令我意外，只是拖延时间，毫无意义。走回来了。哎，没有没有。他怎么那么飞的？混沌之息，魔术，快退后！静玉，真的有效。老姐，这个给你拿着，这块静玉是当初阿父拾到的那枚，我已经为阿父阿娘报仇了。还有神水香一事，我要和你好好道歉。老姐，你不愿意原谅我？小弟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何来原不原谅？我只想知道你究竟为何要这么做。因为那人答应，若我为他犬马，他便给我疏忽国的血印。你说什么？望叔，你还记得我们幼年共同许的愿望吗？在东海买一个小岛，供所有流离失所的疏忽族居住，若可以就重建疏忽国。但是重建疏忽国谈何容易，除了足够的财货，还得从灭国贼首古剑那里取得血印。所以你才会。我一人之力有限，这是唯一的方法，这是我们疏忽复国的希望。如今我们的愿望不再遥不可及。老姐，英里，老姐，你别担心，我绝
对不会让他们动你。飞行那小子很快就会找来，我只要再争取一些时间，一定会得救的。别管我了，你设法冲刷出去还有一些生机，我不要你和我一起栽在这里。快把洗衣拿去，树狐族还等着你复国呢。老姐，自从你被卖掉之后，我就一直想着怎么赚足够的财货将你带回来，然后不管你嫁不嫁人，都养你一辈子。咱的才华真的比你多，你别不相信，还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将线索偷偷刻在了美人的房柱上。小弟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你不会死的。好像是我叔的声音。那是谭静师傅的剑，一定出事了。我叔，我叔姐姐怎么了？火天哥哥，火天哥哥，你在哪里？求求你快来帮忙啊！小弟没了，谭静也死了，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。经理没了，不是还有这家伙吗？而且你的弟弟也不止他一个。圣圣王，
怎么可能是他？就是他，就是他！此处变故实在出人意料，凭我一人已难以回天，事关重大，必须尽快禀告帝君。王叔，我们先出去。我原以为上神与我一般，只要达成目的，覆灭人界亦无妨。看来，真将这几个凡人的话当真了。少啰嗦，人界如何自是与我无关。但是这几人，你若再动他们，吾会让你灰飞烟灭。存档，我们先存个档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的。我竟然好是这样。存存档吧。好，这一张到这边结束了。喜欢频道的话，到频道主要帮你这图片按下订阅，这样我更新小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有更新影片之后你就能收到通知咯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集收看，拜拜。